飞鹰哥，你好。哥，接着。两条事情，只处理一条。我操你妈！给你脸不要脸！嗯？干！天宇，你带小弟这样带，我怎么带小弟是我的事。寒山，下次见面我们两个要死一个。妈已经问起你第三次了，你要我用什么借口？我已经退学了。为什么？全都知道我是一个杀人犯的妹妹，我还有脸留在那里让他们指指点点啊？再说妈最近身体又不好，如果有困难可以找狼哥和金婶吗？找他们？哼，逃的逃，躲的躲，你就没有一个像样一点的朋友吗？玉莲，你不可以这样讲我拜把好兄弟。天天吃韭菜你也吃不腻啊？肾亏了，壮阳了，我要大便了。现在，快拿出来了！你来！你来！你不要走！我看你的样子啊，不像是个生意人，我肯定你是个流氓。金山，小心！哎呦！又一战，玩得快。你讲过，我们不能见面，一见面就要有个死掉，对不对？嗯。战俘回来了！哦，哦，狼哥，对不起啊，不能去机场接你。你去得了吗？嗯。安山，这小子几年不见了，越混越狠了，对不对？狼哥。